那长高一个，要长，卖麻辣牛的。哎，我怎么挺好嘛？真的，今天是第一次去那个新的首名的 GMCC 的，对。但是我们遇到一个标界的那个安徽教员的那个那个老师啊，哎，这里看到吗？这是标界，那一个是。Hello， 阿彪姐，阿彪张姐姐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好久不见，好吗？啊，看看，哦，这个看到吗？哦，很高兴看到你，好吗？你好，我现在还在忙开档。啊？哎呀，我还在忙着开档。忙着开档。啊，这个是张姐姐的，彪姐我第一次开档的，这个是。谢谢你，麦辣椒油，来看。放一个。那我现场是还有麦辣椒拌面的，但是呢，我现在正在开档中。看一下。这个麻辣酱油，这个辣椒油的。那可以看一下我的辣椒油，那这是拌料或者是奶炒菜的很好。炒菜也比较好吃啊，是放拌面的啊。别在等我，买一份我的拌面。好，其实可以试试看。这个地位的，同心的，这个大同心的，那第一次摆档的那个饭店对面的，那是我妈妈的医院的，这边的。也不要很多人去这新开张的这个新的古都的新的首冰的哎，六街的下午一点才开档的，还有卖这个，那一个花刀，还有一个是那熟蛋的啊，看一下啊。这是彪姐的张姐姐的麻辣油辣椒油，刚到啊，刚到啊，等我一下啊，我快啊，尽快开到，做给你吃。好，我这么久没有找张姐姐见一下吗？还是谢谢你。是多一个吉隆坡粉丝，哎，那解释一下那个，哎，是卖那个熟面，还有一个刘姐，啊，那个是隔壁的，是卖那个 brownie， 对，就是好像你们是啊，这种你看一下，啊，好像有点太大，那个人。
一份来。这个是新粉丝。有加了我的 IG 哈，如果有什么你要跟我可以来看。酱油，我是从车站到 MRT 来到那个古都的啊，然后再走过来啊，哦，进罢了，很有心啊你。哦，那我酱好久没有找一个当姐姐了。谢谢你啊，你有去逛其他的档吗？有啊，有去逛其他档啊，其他都有。太好了。那附近对面那是妈妈的医院呢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单嘛，今天我们都互相帮忙啊，大家都放下。这个是为了熟面的，要放一个丝，可以给那个丝吃一下，哇，对不对啊？像那个火锅的这个。下面看一下啊，这个嘞，这个舒服的这个面包，是我哎，大家要试一下吗？没有吗？啊，那个就是听一下，那个六姐解释，听给粉丝听，哎，这个。谢谢你啊，哎，大家要试一下吗？那六街的麻辣的那个汤面呢？对，怎么样？你是要支持一份还是什么？啊，当当，黄金要当导演。精力要当导演啊！好，所以好久没有发现当姐姐了，都没有看到雪晶姐了。哎，姐哈，看到雪晶了，可能晚一点才会过来哦。啊，因为她今天有事情做，可能要晚一点才来。好久没有找雪晶姐，雪晶有啊。她昨天有来耶。嗯，那真今天迟一点喽。好嘞，那你是要在这里留的？我是 Bill J 放一下那个要熟的面到三分钟以上，还有那个到三分钟后可以捞起来就可以吃咯。捞起来，我还要再捞这个辣椒油。捞这个放辣椒。我会放辣椒油。嗯，椒油，这样子。刘正的辣椒油是自家做的哦，都是自家做的啊。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支持。那刘姐当生意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娱乐圈不好做，但是，哎，最近我有两部在拍摄哦，所以呢，到时候明年应该贺岁档就会上了，大家一定要支持。是哦，那好久没有先表演先唱会哦。到时候就会有手续了，不是圣诞节的吗？对，圣诞节或者十一月的吗？这有现在有现金啊，这裙子啊，对，都有啊，今年很热闹。到处在那里，现在熟好了，应到三分钟以上就可以捞出来。对。是需要放那个麻辣酱，对的，那会儿就放那个辣椒油，放下去，知道吗？啊，当麦啦，或者给狮子。一个新粉丝，可以支持他那个 Bill J 的麻辣，辣椒酱的 Bill J 辣椒酱的，哎，这已经捞好了的一个。熟面呢，这个是必须的。等到试一下咯。那如果你呢，今天这个要拍多一点的影片，放长一点的
drop 下去啊，因为那个要超过以上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都没问题啊。来这边吧。如果要排的话，可以用那个苹果或者 Shopee Pay 啊，或者用那个 debit card 都可以啊，用 cash 可以啊。跟那个苹果那个bill 接的五分钟，对吧？真的吗？啊，这是放一点面呢，是拿来卖给那个，拿来卖给那个粉丝吃，或者是让其他人啊，都可以啊。介绍可以看一下，那知道吗？现在是那个呢，是其他人摆很多档的，有卖那些面包啊，或者是那个是什么那个目标的，还有啊，再给你看一下啊，一个粉丝的粉丝安迪，还有。啊。我很饿，我可以吃一点。啊，送给他了。啊，这个是一包的碗盒。那六姐的，你高兴了？那我的老粉丝来了。这个是新粉丝的。新粉丝。这个两母女的。哦，旧粉丝啊，哦，大家可以试这个手辣椒面呢、啊。OK。或者是啊。啊。还有什么？啊。还有青葱要吗？啊，可以放那个其他的辣椒酱都可以。啊。啊。那比较很多粉丝来见那个 Bill 姐的，都是这样子。啊，这个不错，我看一下。很多的旧粉丝啊，新的粉丝啊，不管是金龙博粉丝或者是法师粉丝啊。那我们这个就是加过的，那如果你们想要火锅啊、蘸料啊，或者是其他来煮啊，我很多时候想煮，如果菜的话，土豆丝、或者麻辣豆腐，都可以煮辣椒油。那其实就是在去烫起来，辣椒油在里面煮。六件辣椒油，辣椒油啊！哦，一罐涨了十八块，还有两罐十块，还有个麻辣面呢，十八块。OK。十块是 set 的。OK。看一下那个面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Yeah。然后会加什么？看，就是我今天就是这样子一份。哇。最重要的是要有加了这些葱蒜呐、啊，然后呢有放蛋的，就是如果说怕辣的朋友呢，我们就可以。哦，好的，来多多来支持。上两杯的，升一的。好，可以了。OK。这是重新再煮过的，是放那个。这个是现场的，放当的卖啊，一包的十八块啊，辣椒面啊 ，set 的。
那是一个人，那是自己贴的，在上面。啊，没事。你知道现在就是除了 Frank 还有哪一个是什么？那是。是只有这已经当老板娘了。啊，加热水，你看这吗？就加热水就方便煮那个，对，那个手面呐、啊。那个，你看这吗？那个一包18块的，里面，收钱这些 Dutch and Go 的，那些那个。标这标丢标地丢标念的，嗯，那个一个新的，一个是粉丝的买的，嗯，啊，卖好了，要卖了一个，卖了一包也，哎，要加我的 IG 吗？你要回购你看你那个电话，然后记得一个 follow 的 building 的 IG， 这个 building， 记得去扫描这个 building 啊。这样子你要回购你就知道哪里找我了。OK， 如果机会的话，谢谢你。扫描这个。今天就不會這樣一份一份的，即是看到你煮呢，就不覺的，所以就是昨天吃過一餐就不錯了。因為你的煮是比較 custom made 的，是啊，因為你煮了一大鍋，然後你拿來煮就炒飯，而且昨天我用那種掛麵啊，很容易糊掉的，來一個麵，然後或者是我拿來炒菜或者炒飯，或者是說第一次见面一个新的粉丝，就是那金龙波粉丝的，哎，那个 BJ 的解释一下，那个看照片，那个卖麻辣牛的，他现在是的，这个是我的偶像的张姐姐的煮的不错，煮的好吃，而且一点辣。我要放，如果是小孩子不吃辣的啊，要放那个酱油都可以的。要是大人吃了，放辣椒多一点。好的。哥，谢谢你啊。啊，这走得了。懂。啊 ，OK。Hello， 要来尝一下我们的麻辣面吗？很好吃的啊，先煮先捞的啊，来。雪晶姐姐的那个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帮手到帮餐的是 Beauty， 好来 Beauty 的辣椒油，把它处理了，拌面呐，啊辣椒油，真的是这的我的姐姐的二肥姐的那个，那张 Beauty 的那个刚化妆的那个，那很美的，好的。这个是 Jess 布哈，一个雪晶的闺蜜。好，放那个辣椒油就下去了。别太多了。这是我的雪晶姐的。啊。我帮这个需要一点点再去炒。啊，好像土豆丝也是。这是雪晶姐姐的让帮摊位当生意的，给那个 customer 吃的，哎，给这个。有奖品。还有奖品。这个是遇到我的姐姐的，那个是啊，雪晶姐姐的那个，那是最让学生喝的人呢。还有一个是啊，垃圾的电影的，我姐姐的。是张姐姐的，就觉得啊，刚换了的新衣服的，还有新的发型的，没有这样子就刚刚好了。看、啊、那个化妆的，碰到这个不错的，是的。然后记得一个 follow 我的姐姐的
Star 啊，一个 Beauty Inn 啊，还有一个是 Crystal Jin 啊，要不的一道一个 Jasper， 还有一个 Crystal Jin， 这个就是跟我的雪晶姐姐的，就是这个金色衣服的 Calvin 的，记得 follow 一下哦，就是 Crystal Jin。follow 啊 follow 啊，记得 follow 我 IG 哦，还有 follow。开直播了，在这里。我是阿明的导演呢，那个摄像师或者是摄影师啊，因为很多的吉隆坡的粉丝来这个那个 Food Expo 的买很多东西吃啊，有很多狮子啊，这样子啊，对，所以讲，你的标准不标准？哈哈哈哈哈。现在是我们剩下三个人的同行的，在表姐要看一下啊，所以这个讲完了，好了，表姐你没有讲到这里啊，那记得一个访客，我的就是觉得可以安全抵达，还有菠萝的披萨，也就是我们要请进的，像是有第一个，一个是 Christian Jin， 还有 Jasper。要记得哟。下次见啦，下次再见面哦。就这样的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们啊，有。就是。那张姐姐。哎，可是我跟你说，真的是有没有很香？你去看一看。这些姐姐，这些姐姐，这些姐姐，又长高一岁。好嘞，好嗨。来，全新街，哎，到了，走了，来，哇，你要怎么煮？直接说哟，张姐姐，张姐姐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怎么煮呢？我们都可以，来，晚上怎样煮来？你要煮酸辣土豆丝，放一点这个才是吧？那也可以。这不是，我们还没有打招呼嘞，你现在回去了，这个怎么了？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啊，所以。感觉觉得这就有机会见面了，安排了其他的表演活动啊，就是雪晶姐姐啊，或者金丝姐啊，然后跟我的姐姐说再见了。表姐辣椒拌面。表姐的辣椒面的，故事讲到这里啊，所以这样子，感谢见到，给我拜拜。